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感觉大家都越来越帅了。英豪，你是不是瘦了很多？蛮多。其实之前见到你应该已经是瘦了，可是其实但没有这么厉害吧？可能是衣服吧，还在减肥。哎，不是减肥就是保持。你这不行啊！可是我的脸在镜头，我的脸在镜头是一个圆圈。确实，可能瘦的话会控制会好一点，但也太瘦了。你们多吃这个伙食好不好？那没想到这个来这里，居然担心起你们的伙食了。你们都吃啥呀？每天四菜一汤。给我们看一下。四菜一汤，几菜一汤啊？哎，他们真的是四菜一汤。没有汤吗？真的没汤，没有汤，就是四个菜。是是是，现在你们也是不大适合有汤。有汤的话，你们的女粉丝怎么办？行吧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你们的表演吧。陈星海啊，就是很大进步哈，但是呢，你在跳舞的时候，最后那个 part 你跳一下，你慢动作跳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现在你把力气放掉，但是把框架做出来，试一下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哦，就比刚刚看着舒服一点，然后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间，可能用这个力，然后在实际跳的时候，因为你还要顾及唱嘛，包括那个时候手的太紧绷的话，这个动作是做不过来的。对，硬，就是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好像跳舞的时候好像比别人费劲儿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在这么紧着身体，那就再松一点，松，要松，但是先练的时候可以用点力，然后做大框架。然后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完整度还是蛮高的，哎。在舞蹈，我说就舞蹈这块，我觉得可能就是个60分，差不多一个及格的水平，就是大家看到大家一起是哦，这是一个画面。然后因为现在还没有声光电跟你们的服装啊什么的，但能看出来大家花了心思，是花了心思吧？是。当时是60分啊，不用太骄傲，也不用太，但是也值得表扬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博怀的最后的那个 ending 的那个高音啊，这个还是要可能要多。学习还是练习一下啊，因为跳到那里就是人最累的最皮的地方，正好在最皮的地方又是最好冲刺的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马上要结束了，就像那个下课铃啊，刚刚一打叮铃铃铃铃的时候，马上要跑出教室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如果没有跑好就滑了一跤那种，就很疼。对，这个所以你跟谭老师要多请教一下这一块。你可以试试看，不是你可以现在试试看吗？直接来。对，直接来，直接来。你把那一套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把那一套动作做出来以后，再唱那个高音，你是？对对对对对。你的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。你看啊，现在问题在哪里啊？问题在于说，现在你什么都还没跳呢，你就敲了三下以后，你就成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个人建议。可以宁愿不唱这个高音，说实话哈，我就给你最重肯的评价，你的高音上去并不那么好听，而且在这个 ending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魅力展现出来，听见就 OK 了，你不一定一定要顶那一下，别的其实没什么你冰卓啊，因为你个子比较高嘛，现在我看你的这个整体的跳舞啊什么的，我个人觉得是在进步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，因为你们都没有太长的时间训练，就这一组，它其实是这一次八组里面在训练的时候表现的最积极的一组，然后也最积极的，对对，我们也加了很长时间，最积极的一组哎。然后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去看的时候，其实比这一个要好很多，可能那时候因为只有我在，然后现在就有 PD 啊，大家都在，所以可能会稍微相对来说紧张一点，刚刚都不敢看，有啥紧张的，都见了这么多次了。对，那一次的时候我是看了，然后我自己是很被打动，然后。也很沸腾，也很热血的。跳得爽吗？跳得爽吗？爽吗？爽。行，爽就行。然后，就只是我，其实刚刚这一遍的话，我觉得一些小的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，是因为现在你们根据
舞台上彩排了两次嘛，然后一些细微的调整得根据那个舞台上，所以你们在走位上面有点不太熟悉，你们得拖进再多练几遍。刚刚那样好一些，好多了。你的 part 我看了也是算多的在这里面，所以没必要一定要顶那个最后的高音。如果大家觉得跳，你们觉得已经，哎，你们不如玩一个游戏吧，叫做我跳，就自己啊把那个手机放在那个镜子面前录一版，你们不唱纯跳的版本，录完以后大家看一下，哎，还不错了哦，可以了哦。然后你们再录一版边唱边跳的视频。如果那个是跟前两个视频的力度啊、动作啊、整齐度啊都是一模一样的话，休息。张 PD 说的休息，全休息啊，该想吃什么、该玩什么去玩去，人生还是需要享受的。我觉得是这样，你们这样的话会更加看得清楚自己的问题啊、动作，包括刚刚老师们讲的眼神的坚定啊。好，加油，明天看你们的精彩舞台。拜拜。